天开始，我要为了我的爱情好好学习。你都别再吵了。我想赚钱给我妈妈花，带她买衣服、烫头发，像她对我那样拎着包说太棒了，没白养，这样我的日子就有盼头了。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，从此都种在我的。这就是人类奇妙的地方，当你的精神意志力足够的时候，你往往可以发挥出自己都想不到的潜力，而当你思想上先投降先放弃的时候，你可能连你平时的10%的水平都发挥不出来。所以一个人究竟可以做到什么，完全看他的心理足不足够强大。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，你的手我攀上在前，请带我去明天。 I love you。喜欢何炅的一段话，要得到你就要学会付出，付出了以后你还要学会坚持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，那你就放弃，但如果你放弃了，就不要再抱怨。人生真的就是这样，世界是平衡的，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。我不再是你生命的一束光，你会靠在另一个肩膀。这一年你是不是用手机拍下了很多东西？那些简单的日常总能让我们找到力量和勇气。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，祝大家愿望都一一实现。我
在想，我们现在都还年轻，都觉得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千万不要停下，千万不要放弃，想做就去做，不然会后悔，好吗？不要害怕有困难，不要害怕任何的挫折，摔倒了站起来继续往前冲就对了。